免洗杯哦，大家来弄一个水。沾一点水会很好做。来，这边有水，这边有。哎，那是总来喝的水，不好意思。这个种子呢，长出来之后，你很难想象它会多么的美丽哦。这个是奶油莴苣的种子。您现在拿一个牙签，对，拿一个牙签，然后呢，就沾一颗种子。找一个十字，找一个十字的孔，然后把它放进去，对，粘上去，对对对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，它刚好用手把它拨开，把它放进去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种子，哎，就是这个中间，哎，这样子放下去，哎，对对对，十字，因为它有这个十字，就每一个要把它放在其中一个面就可以了，可以，对。您只要很象征性的把它送进去，我们待会工作人员回来之后还会再调整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会一开始就是育苗。这个现在在欧美哦都非常的流行，就是自己种蔬菜，体验就是说蔬菜是怎么种植的。好新奇。沾一下水，用水沾一颗种子会非常的快速。对。找中间的位置。这样把它放进去，这样就可以。哎，因为您如果把它放在这个种下去之后呢，它大概两天哦，就会长出小小的那个，就像孵豆芽一样，孵出一个小芽。然后呢，我们会再从中间筛选出比较强壮的幼苗，我们会继续的幼苗。紧致型这样。继续育苗之后，然后我们会挑选出比较强壮的，就是种在现在我们大家在厨房这里看到的一个栽植盘哦。我们现在这个栽植盘这边呢，大概是种了两个星期左右，大概是两个星期左右。那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会建构一个就是水耕蔬菜的厨房哦？其实我们在这里是要强调说，因为在台湾是属于亚热带，我们在这里食疗讲到生食的部分，那生食的部分因为亚热带的关系，所以种出来的蔬菜如果要生吃的话，目前因为它芽会冒出来，跟室内的环境比较安全。那么我们是为了就是说它的生菌跟虫染的问题。那当然台湾因为很厉害，还有其他的一个栽培的方式也都很棒。那这个只是其中一个就是安全蔬菜的一个栽种方式，大家可以体验一下。而未来呢，我们这里也会有让大家体验这种室内的就是蔬果栽培，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蔬果景观的课程哦。到时候它这个是一个就是学习园地，大家可以就是常常上我们的网站，然后打电话来询问说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课程。这是一个就是健康，我们就是健康产业的学习育成中心。那当然今天非常的欢迎，也非常的谢谢大家能够来到这个园地，启动我们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课程。那现在如果有栽种上面有问题的，可以问我们的，就是问我们的就是工作人员。因为它是四格为一组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子起来这样就可以了，差不多了，不能太深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来，对，它就是这样稍微冒这样冒出来，然后在这边在中间就这样，哎，就只有这个，因为它是四格一组，哦，四格一株，那就变成是三个，对对对对对，就12个，12个，哎，对。两个是什么？欧阳老师也播下好几颗种子。对，这样子这又很简单，这样不会太出来哦。不会，因为它芽要让它冒出来。那是不是每个种子都可以这样做？您是说每一种都是要看那个种类。寻信在哪里？我的 iPad， 我的 iPad， 我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种子种出来会长什么样子。辛苦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李月总裁。每一个十字只种一颗，剥开了这种。对。
这里长出来可以是这个样子。哇，好美哦！这么漂亮，这么美啊！这么漂亮，这么漂亮，对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很神奇吧？多久？多久？啊，我们讲，我在一个月，大家就可以来看长的一个样子。两个月它就已经差不多了，哦、对，就长出来是这样。这是什么菜啊？哇，好美哦！就奶油莴苣，哦、奶油莴苣在 Costco 买非常的贵，以前都要进口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有比较好的栽培环境，就在这里它可以自己种。对呀、啊，这个种子，种子的话，以后我们这边也会因为有特别，他们有特别的，比较都是荷兰的啦，都是荷兰有特别，荷兰有特别的种子。待会大家过的种子，你要知道它未来长大是什么样子哦，可以到前台这边可以看一下这个 iPad， 它长大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。对，哎，对，就是这个样子哦。如果大家播好了种子哦，就是你已经为自己播下了一些健康的种子，大家可以鼓掌一下，欢呼一下，这是开始你将自己健康的一年，这就是健康的一年。一年的第一天，第一个工作天，你做的工作是在为自己的健康努力，在为自己的健康播种，然后学习怎么样料理健康的食物哦。那如果是你已经播好种了，那我们就回到位置上面，我们三分钟之后，那我们就继续下一个我们下一个课程。